各位观众，我现在疯了啊！我现在要把那个轮回，我本尊的那个轮回杯石捡到初心者那里啊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，因为一把剪刀要150块台币，你这样来回转要300台币，这样确实是很贵啊。但是呢，今天神秘我就是要做这个企划，就是要好好做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转过去。好啦，轮回杯石就在这里，而且可以看到我的轮回杯石是蓝字的、哦，力量42，敏捷45，智力41，幸运39，然后都16功哦。等一下我就把这个轮回杯石转到初心者那里去。轮回杯石就零等就能装了啊，所以初心者是一定可以装的。然后我们刚刚买一把剪刀了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剪过去。再见的轮回杯石，再见的轮回杯石。哎，靠，在干嘛？没有拿下来。OK， 我们把它剪下来。哎呀，剪了，然后把它放在仓库里面哦，仓库在自由市场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把轮回杯石放进去，再见。哎，轮回杯石，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开启我们的初心者，去领取我们的轮回杯石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开了我们的初心者了，我们可以来仓库领取我们的轮回了。好了，我觉得神秘我是真的疯啦，都把轮回给转过来啦，来喽，拿，哎呀，拿了，哎呀，撑上去吧。我又多了一个装备啦，哇！马上来放下我们的轮回啊，来吧，来，马上来放下我们的轮回。咚！哇！初心者连轮回杯石都有，太神啦！哎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的初心者练等之旅啦。哦，对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我们初心者之旅第四集啦，刚刚忘记开场了，然后我现在因为是51等嘛，然后51等我就是继续打土龙啊，大概打到50-60等我们就可以转战其他怪物啦。好啦，那就继续练吧， Go Go。 好，现在把加倍券啊，30分钟蛋糕都给它吃起来，直接开始打吧，来咯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个屏，来，哇，哦，我抓到10万呢！等，我先把那个能力值先点一下。OK， 我们继续点。我抓到10万呢，我有看错啊？然后有观众跟我说，就是这个元素之刃也可以顺便用一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看那个元素之刃可以砍多少？我可以砍13万，好像有点猛哎！我靠！可以砍10几万呢、欸，这太猛了吧！一个初心者竟然还砍到10几万，可以吗？这个啊，我们先喝个水啊。其实我就快死，哎、欸，刚有升等 ，OK， 那就是抓过来。如果说伤害不够，我们再用砍的哈。好，可是看起来伤害是不会不够啊，一个幽暗就抓死啊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练吧。我刚刚忘记开轮回啦，好啦，升啦，哇，轮出来啦 ，OK， 这样可以练更快哦。去，这个时候就认真练，轮回都放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放大的土龙要打多久啊？用砍的一下就砍死啦！这到底是什么妖术啊？这个初心者有点猛 ，OK， 继续打，打到这个两分钟的那个地图轮效果消失，我们就换一只怪打好了。哇，这样子真的练快好多、
哦，哇，战车啊！哦，哎，这个是这怎么我没有玩过啊？哎，被搞到。哦，哇，这个尖子很多哎。哇，这尖子，哎，60等嘞，什么鬼啊？这个尖子也升太快了吧？哇，不知不觉，我靠这个，我靠这个黄门弄到60等嘞。那这个先升到61等再说啊。像这个放大图的话，砍个3下就死了，好强啊！61等啊，太快了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跟之前一样啊，我们直接去挑战高档次的啊。先等级是61等啊，我们直接打开那个沙漠蛇好了，88等。我们就是靠，没有瞬移石，好吧？那我直接过去吧。好了，我现在来到沙漠了，刚刚就有试一下了，其实伤害是还可以，但是它一样那个经验惩罚太多了。我用这个元素之刃，你看哦，一、二、两下可以砍死啊，两下可以砍死啊，但是那个经验惩罚真的太多了，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其实我是只是做效果啊，其实这是真的打赢哎，应该砍个两下还 OK。那我想一下61等去哪练好了。好的，我们转战其他地方。好啦，我现在来到这个独角狮啊，这个独角狮哦，轮回一开就真的蛮多的。来，我们来开个轮回，我开始多起来啦，我再等一抓，哇，可以啊，这个经验值蛮多的哦。但是我看一下这有没有传送门可以上去啊，不然怪物都挤在上面。好像没有，算了，反正我有上跳。OK， 我们这边直接抓一抓，其实算还蛮快的啦。有轮回真的是不一样啊。OK， 这都还砍得动啊，这么多还可以一次抓死，可以。哇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蓝色的独角狮我打腻了，我要去打黄色的。各位观众，这个观众会觉得我有病啊，蓝色打腻了，我打黄色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改打黄色的。OK， 我来打一下。注意，好像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先打到70等啊。嘿，喂。晚安。嘿嘿，怎样？9月18号星期五，爸爸如果没有小妹妹，爸爸如果没有要那个值班的话，你要去水族馆吗？可是是平常日哦，因为不要那么多人哦。9月18号。哎，星期五啊。然后那天请假日。因为爸爸如果明天的先看爸爸如果没值班，然后我就会请假，礼拜五我不会就上网订票，因为我经常都。哦，9月18号当日来回吗？对，桃园的，你不当天来回？哦，啊啊，坐机场接，好好好，去坐看，好，好好好好，好好 ，OK， 拜拜 ，OK， 拜拜。各位观众，因为我妈刚打给我，所以让我黄色的独角兽打腻了，我要改打红色的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来改打红色的，越红我越爽哦、啊。
OK， 我们继续来打吧。好，我们来进这个赏金猎人啊，来那个顶一下一块肉，哎，这个宝箱，哎，顶一下舒坦，哇，他直接放送个肉个钱，我两个我都要，哎，有彩色矿石，你妈没有踩到，哎，好像有，碎啦，爽快，哎，这个彩色矿石，哎，领不到，我们再领一个，再领一块肉，哎，肉掉下去，再领一个，再领一个，再领一个。领个肉，彩色矿石，哎，领到，哎，舒坦，这个钱再拿一下，彩色矿石，这个经验值很多啊，应该是70 ，yes， 70等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这集《初心者》第四集啊，总算是有见识到戳戳给我装备的那个力量了。那我们下一集会尝试更多的方法去升等哦。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啊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